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《风水鬼事》，作者冷残荷，演播丸子，第171集。据说滴血棺材成煞，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所谓天时，就是要看时辰。阴阳术数最讲究这个，所谓地利，便是滴血棺材摆的位置，也非常重要。人和，即是人为的因素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明妃刘楠在邓洪昌的老宅里炼尸，需要在滴血棺材里躺上7749天，方能有所成。可惜啊，我和龙哥这俩混小子误打误撞闯了进去，破了滴血棺材的局，坏了刘楠的好事，导致他炼尸不成。我想炼成百尸之王对明妃来说太重要了，邓家被烧了，他还能找别的地方来炼。我再看这座乱坟岗，就看到黑气蒸腾，天空中挂着半轮残月，月光淡而稀薄，黑暗的天幕上还挂着不少星辰。说也奇怪，这星星看起来非常繁密，却唯独在乱坟岗上空却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一颗星星。我纵观四周，发现这乱坟岗面向西北，背倚天南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空阔农田，周围又是错错落落的无数山丘。按风水上的说法，这里乃是群星不聚、黑气迸发的丧气之地。据说葬在这里的人家，后代就会一代比一代差，即使是富贵人家也会家道中落，人丁凋零。我远望匍匐在黑暗中的村落，但见家家户户房屋低矮，纵然身处城市边陲，这座村庄却仍旧难见繁华。想来呀，全是这座乱坟岗所致了。正在我观察周遭地势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黑暗中传来一声咔嚓咔嚓的声音。李半仙眼里金光迸射，沉声道：“来了。”我正看得入迷，冷不防让李半仙这句话吓了一跳，就听到暗淡的月光下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楚。在前方乱坟岗深处，真就传来一阵阵的怪声，听在人耳朵里就觉得特别的怪异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似的。我和李半仙对望一眼，对黑暗中的怪声都有所忌惮。我查看过乱坟岗上这片山头的风水，此地绝不简单，是十足的凶地，凶到了群星不聚、黑气迸发的地步。这种地方对滴血棺材局来说就是最好的养煞之地。此地的风水格局对比邓家老屋，凶气更盛了一筹，再加上此地前有马路，后有民宅，马路是聚阳煞的地方，这样一来呀，便容易生出阴阳煞对冲的格局，遭殃的就是附近村民和乱坟岗的尸首了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村子里常有祸事发生，乱坟岗里也很容易闹鬼，还是特别凶的鬼。乱坟岗现在的局面就是各种凶局汇集的地方，再加上乱坟中鲜活的群尸，就更显古怪。我和李半仙都已经算见过世面的，面对这种凶中至凶的局啊，这心里也有些没底。李半仙冲我道：“傻小子，别发呆了，咱们一起过去看看。你师父这辈子什么事儿没见过，还怕他两具臭尸不成？”我答应着，就提了风水罗盘，跟着李半仙一起。李半仙兀自旁若无人地扛着他的番旗，一摇三晃地走到黑暗当中。
我们跨越重重乱坟，走到声音发出的大概范围，就看到一堆堆坟丘子非常相似。我们走过来后啊，那奇怪的声音就没了，我们只好在乱坟堆里胡乱转悠，心情异常忐忑。我们转了一圈，几乎把那一片乱坟都找了个遍，除了新土盖旧土，石碑东倒西歪的立在那里，荒草如蒿，深夜秋风吹过来，漫山遍野都是呼呼的鬼叫声，听起来有些膈应人。我们却没找到任何踪迹。李半仙喃喃自语着，不对呀，明明是有东西出来了，怎么咱们找过来就没了，还真是怪了。我极目四顾，枯蒿草在烈风里瑟瑟发抖，酷似活人。我拿手电筒照过去，却又只能看到空荡荡的蒿草迎风颤抖，这场面呢，极为悲凉。我说，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要不咱们先把信埋进土里，等明妃刘楠出来再来震他，如何？李半仙又突然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，没有理会我的话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李半仙依旧呆呆地望着我，跟我脸上有苍蝇似的。我随手一摸，干干净净的。我冲李半仙道，你傻了？李半仙突然抬手指了指我身后，我扭头就看到身后立着一个僵硬的黑影。我心里一沉呢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拔腿就朝前跑，心里把李半仙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。我心想，你看见僵尸你他妈不早说呀，这不存心耍我吗？我这一路跑的是虎虎生风，就听到我身后也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我知道那僵尸跟上我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绕着乱坟堆打圈圈。绕了几圈，就听李半仙叫道，别跑了，他爬你头上去了。我吓了一跳，怪不得肩膀上这么沉呢。我翻身跌倒，就看到黑影从我头顶上跌落下来。我滚到一边，迅速地爬起来，拿手电筒朝地上一照，就看那僵尸直直地跳了起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发现那僵尸外表很像活人，只是脸色特别的苍白。他那张脸呢，我还特别的熟悉，仔细一想，却发现是在蓟城文物局中尸毒而死的工作人员跛脚。要说跛脚这小子也死了一年多了，再次见到他却是在这种地方。我心里一阵黯然，跛脚望着我，全身骨骼都在发响。我见他眼珠子定住一样不会转动，可眼光却非常阴毒，隐隐有股血红色。我便知道跛脚已经不是普通僵尸了，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尸煞，跟他硬拼我肯定会吃亏。我叫了一声，跛脚。跛脚没理会我，却朝前走了一步。我本能的后退一步，身后却撞上了个硬邦邦的东西，吓了我一跳，扭头就看到一张白惨惨的死人脸，正是跟跛脚一起失踪的口吃。他化成了僵尸，仍旧流着一嘴巴的口水，看着极为恶心。两具僵尸就这么一前一后的把我夹在中间。我见李半仙还扛着番旗呆呆地望着我，不禁心里有气，冲他大吼道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没看到僵尸要把你徒弟分尸了？有你这么做师傅的吗？李半仙依旧一动不动，我不禁暗自起疑，这李半仙平常是有些为老不尊，玩世不恭，可一遇到正经事就特别上心，今天怎么一反常态了？各位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
风水鬼师，作者冷残荷，播音丸子。我这么一吼叫，跛脚就向我扑过来，口吃朝我拦腰抱了过来。我知道僵尸的厉害不只是他们浑身坚硬如铁，最可怕的还要数他们身上带了尸毒，咬人一口就算没咬到重要部位，也很有可能会中尸毒而死，所以我特别忌讳跟僵尸碰硬。我算准时机，在跛脚扑过来的时候，心里暗记九宫步伐中的万千变化，先走了一步坤位，又捏准时机在口吃扑过来的时候踏上了前位，这两步先后躲开了两僵尸的袭击。别看僵尸肢体僵硬，动作却很敏捷，他们的第一击失了准头，又接二连三地攻了过来。我在两具僵尸的攻击下，脚下走得风生水起，在极为狭窄逼仄的空间里，以九宫八卦的方位交错变化，越走越快，脚下乾坤水火互相克制，时而大开大合，时而闲庭信步。两具僵尸费尽了功夫，就是连我的衣角都难碰上。我越走越兴起，虽说以前逃命的时候我一直以九宫推演步伐为救命稻草，内心里却没有深究这奇特的步伐。这次与僵尸鏖战，不知不觉中又领悟出步伐中一系列的奥妙。我算准时机，在两具僵尸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一溜烟就朝李半仙的方向去了。我脱离僵尸的围困，跑到李半仙面前冲他道：你到底怎么回事？都什么时候了还发呆呢？李半仙依旧不理我，我百般怀疑，顺着他目光看过去，就看到远处坟丘子上似乎站着一个一身白衣的人，正朝我们这边张望。我吓了一跳，举起手电筒照过去，就这么一眨眼功夫，那模糊的人影却不见了，坟丘子上只有摇晃的蒿草。李半仙这才吐了口气，出了一身的热汗。我祈祷：你刚才怎么了？李半仙擦了把汗水说道：哎，这件事回头再说。这时跛脚和口吃已经扑向了我们，李半仙出手如闪电，刷刷两下就用两张黄符镇住了两具僵尸。跛脚、口吃二人被镇不能动弹，李半仙把他们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：上了年头的僵尸了。我点了点头说：他们是继承文物局的工作人员，看守明妃御尸的时候遭到御尸蛊惑，与明妃交媾中尸毒而死，自此尸体不翼而飞。李半仙点了点头说道：这一年多来被明妃御尸害死的男人又何止他们两个，简直不计其数，害人呢。我们回到给明妃留信的坟丘子前，李半仙将信件埋进土里，就冲我招了招手，让我躲到一边。我仍在好奇坟丘子上眨眼消失的白影，那看似幻觉的一幕，我相信绝对是有人藏在那里，否则李半仙不会这么失态。能让李半仙失态的人我这辈子都还没见过，谁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我们在坟沟里等了好半天，就在我即将昏睡过去的时候，李半仙突然推了推我，一下子将我推醒。我坐稳了一看，就看到整个乱坟岗漆黑一片，天上的星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时我又听到那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只是这次声音不是远处发出来的，而是就在我们近前。我背后一冷，整个全醒了，就看到李半仙抬起手电筒朝埋信的坟丘子前照过去。我抬眼就看到整个坟堆都在轻轻地颤动，好像坟墓里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似的。
更可怕的是，我还在坟丘子四处看到有血水从里面成片的渗出来。我心里一沉，朝李半仙看过去，李半仙的脸上也全是惊骇的神情，整件事情似乎超出了我们的预料。我就看到坟堆里的血水不停地往外渗，把土堆上的泥土全渗透了，偌大的土堆看起来就像是在血水里浸泡过一样，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道，闻着令人作呕。此时天上无星无月，四周黑得吓人，周围风声如涛，虽然穿得暖和，在这样可怕的夜里，我还是冷得彻骨。李半仙说，别看了，来挖出来看看，看坟里的尸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答应着，扛起锄头就挖，挖的土堆里血泡直冒，泥土里渗透着一股腥臭味。我捏着鼻子挖了半天，把墓坑给挖开了，里面依旧是半只烂棺材。我掀开棺材盖一看，却发现里面的男尸竟然不翼而飞了，空留了一小半棺材血。我和李半仙面面相觑，这可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，怎么好端端的尸体就这么不见了呢？我心里疑窦断起，从逻辑上来说，这种事儿几乎不可能发生。我虽被跛脚和口吃两具僵尸追逐，却还耳聪目明，真有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挖坟，我们一定能发现，所以男尸的失踪就非常的不合理。李半仙沉吟道，继续朝棺材下面挖挖看。我答应着，跟李半仙把整个烂棺材抬了出来，此时我的手掌上已经起了一层的水泡了。这关键时刻我也顾不上钻心的疼，在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，便用力挖起来。就这么挖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一锄头下去，就感觉到整个墓坑往下一沉，我整个人就跌了下去。这一跤摔得可不轻啊，只把我摔得七晕八素，浑身疼得脑子都不清楚了。我缓了好半天才爬起来，就听到李半仙在上面叫我。我答应着，李半仙道，没摔坏吧？下面什么情况啊？我摸了摸脸，一脸都是血，已经分不清是自己流的还是棺材溅出来的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便道，我还能说话，这下面好像是个山洞，黑漆漆的，我也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。李半仙答应了，很快就从上面用绳子垂下来，手电光顿时将偌大的山洞照得雪亮。我也终于能看清楚山洞全貌了，就看到山洞里乱糟糟的，到处都是乱石堆、灰尘和杂草，却在山洞中央的位置摆放着一具血红色的棺材。雪白的手电光照射下，我就觉得这棺材非常眼熟，定睛一看，发现跟邓家老屋里的滴血棺材非常神似。当日跟滴血棺材鏖战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，说实话，能脱离那层棋局很大一部分是运气，所以我对滴血棺材仍旧心有余悸。我俩走到滴血棺材近前，李半仙把四周照了照，没发现有什么异常，便对我说，咱们开棺看看。有李半仙给我壮胆，我的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，跟他合力抬起棺材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棺材特别的沉，我俩费了半天劲才将棺材盖推出去，露出一线缺口。李半仙擦了把汗，就举起手电筒朝棺材里一照。我定睛一看，
就发现小缺口里露出半张女人的脸，而且这脸我还特别熟悉。我略一思索，就怀疑是小文，连忙让李半仙再用力推开一点。我俩一再合力，那棺盖就跟被定住了似的，怎么都推不动了。这时候我就听到山洞深处传来女人嘿嘿的怪笑声，那笑声非常奇特，初听像是女人，再听却又发现有些不男不女，特别的不正常。各位听友，风水鬼师，作者冷残荷，播音丸子。